飞鹏纷飞，听听他们怎么说。之李健，很久没见着王菲了，嗯。这两天也没有给他发短信，对。我猜你们就问这个。不是，那你好好打一下。好的。就他们的事，我哪知道？因为曾经与王菲有过合作，所以当天李健的音乐首唱会来了很多的媒体，特别是很多港台记者都是冲着王菲才来捧场这一场音乐会。他的事儿我不太知道，反正我觉得他那么坚强，他不安慰朋友可以去安慰，但是他是很有主意的一个人。那有没有发过短信？好吧，谢谢，王菲就是别问了，是吧？那个有，好，谢谢。